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带衍生出了很多过着双城生活模式的人，城市群入边游走，身影穿梭在大湾区的每个城市之间。卞亮亦都是其中一位，他是一位汽车媒体人，长期驾驶着各种的车在多个城市入边穿梭。今日是一台 GL8 2021款的 Avania。Avania Avenir 在法语当中是向前未来的意思，而在 GL8 上面最早令你看得到的就是这个大灯的灯语。怎样啊？这份仪式感舒不舒服呢？他想到身在台山的朋友，怀着激动的心情决定以车回游。你好别克，我想去铁锤咖啡。没问题。身处在台山的叶生是一位民营口腔企业的经营者，同时亦都是 GL8 的车主，爱车之人。约在台山的一间特色的咖啡厅会面，叶生早就已经在那里等候了。喂 ，Vincent， 喂，你都啊？点啊？部车系咪有惊喜呢？真系系咧，好霸气！诶，呢部咪就系我之前同你讲嗰个 GL8 Avenger 咯。哇，真系好特别，系唔一样啊！我今日开嘅系六座嘅版本，真系有好多唔一样。系啊，嗱，灯啦，呢度有个灯语啦，跟住锁指甲，即系佢似唔似欧洲以前嗰啲武士咧？嗰啲戴喺上面嗰啲咁嘅感覺，係啊，就係有嗰種，即係全副武裝嗰啲咧，係啊，唔一樣。但係嗱，你以前開過一部好舊嘅第，應該係第二代嘅 GL8 啦，係舊款嚟嘅，超舊款，好多好多往事咯，應該可以咁樣，即係變咗情懷，係啊，想唔想 review 下或者更新一下？好啊，好啊嘛，哦，睇下部新車好嗎？好，嚟走。嗱，我同你講下先啦，嗱，呢個燈咧好有意思啊，佢由熄咗到著咧，要大概8到9秒嘅時間。OK， 我展示俾你睇下。嗱，佢會咁樣行，然後咧佢會咁樣周兜一圈，即係俾啲儀式感你咯，即係講俾你聽哦。嗱，歡迎主人嚟啊，嚟啊，就係咁樣。嗱，再睇翻後邊咧。好啊，後邊咧好神奇啊！嗱，你睇下呢個尾燈。OK， 你以前嗰個你咪棟住咧，即係喺呢個位嘅。係啊，會竖住噶嘛，1、2、3、4噶嘛，係咪先？但係而家呢個就打橫咗。完全不同了。呢部車其實仲有一樣嘢咧，我覺得比較中意嘅係佢電動滑門，以前係得一邊嘅，係哦，而家係兩邊嘅，好型。上車，好，同你傾下。係咪覺得有啲唔同？係啊，我覺得有種豪華嘅感覺。嗯，嗱，佢上邊好似係用咗呢個係 Alcantara， 係 Alcantara。咁跟住呢度係氛圍燈。夜晚睇一定會好有感覺，係啊，因為你有天網啊嘛，你以前你冇天窗啊嘛，我而家坐得好舒服啦，係啊，嗱，可以腳托你啊，腳托，跟住其實地氈好舒服啊，佢特登係揀咗啲厚少少嘅羊絨地氈啊，買呢啲咧，你撳啊，睇下先，嗯，張台嚟嘅，係咪即係好似係幾好喎？係啊，好個厚度好好啦，而且你喺上面寫嘢咧，因為出邊嗰啲台係膠台嚟噶嘛。如果要買一部車，哦，一定要有呢個功能，即係一定要，即係要商務功能砌住。哦，商務功能，即係宜家宜商咁樣。因為你要做好多嘢噶嘛，你平時會去其他地方，嗯，咁你喺過程入邊你係唔斷噶嘛，嗯，你要電話啊、日程啊，嗯，有陣時會議啊，嗯，都係咩通風通風啊，係啊。呢個用完之後就翻唔到啦。不過其實 Vincent， 你點解咁中意 GL8 咧？我理解唔到啊。其實車咧，我哋係經常攞嚟去出發用嘅。啊，我哋演出啊，記得一次去珠海啊，我哋幾個人咧就其實係準備咗一啲工啊，其中兩首咧有好多嘢中間會係未定。啊！點算啊？你要演出喎，係喎，去緊咯，係咯，去緊，仲未 firm， 其實係唔得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就會喺車上邊咧，即興，係啦，揸車嗰度唱歌，然後咧呢邊嗰個咧就喺度打鼓，你呢邊咧就喺度 bass， 即係我係 bass 手位，我喺呢度彈吉他，係啦，即刻 jam 啲嘢出嚟。我以前呢個位咧仲係可以，前面嗰個係依家唔得起嘅，依家商務，而家係商務要舒服。我哋以前就係咁樣去做空座，然後喺個車個空間入邊，佢會好多反彈。嗯，即係你係咯，移動錄音室啊嘛，我講就係一種好開心嘅回憶。係咯，回憶想當年啊，而家咪都喺度講緊咩情懷啊嗰啲啊，掀開前面嗰啲情懷啫。但係情懷係每日積累噶嘛，咁咪係咯，唔一樣咧。係啊，係咯，咁樣嚟，不如出去坐下啦。好，走。
往返在不同的城市， GL8 不再是一个交通工具，它见证了酸甜苦辣。别克的 GL8 不单是一部车，可能是习惯，可能是旧时的时光，可能是心中的梦想。 GL8 只是一个载体，一个空间，而每一位车主都可以发挥它无限的可能性，可以放肆去创作，可以充当移动办公室与客户交流的私密空间，同家人朋友的聚会载体。这一切的一切，它都可以为车主带来更加美好、更加优质的体验，承载着每一位车主的梦想，而发挥着无限的可能。